小雅，小雅，喝点什么？吃点东西吧。林小姐怎么样了？她没什么大事儿了，现在在医院做检查。你不喜欢医院，我就把你带回来。她没什么大事儿了，现在在医院做检查。你不喜欢医院，我就把你带回来。那赵谦呢？失血过多，当场死亡。怎么办？ 我杀人了，小雅，不要紧张，警察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你这个属于正当防卫，他们不会追究你的刑事责任的。小雅，谢谢你为林静做出的牺牲，你想要什么尽管提，只要我能满足的，我一定全部满足你。我杀了赵春春，赵东海不会放过我妈妈的，不行，我要去救出妈妈。 喂，赵，你儿子死了！你才什么？我儿子死了！千真万确，我亲眼看见赵天的尸体被抬出去了。哼，谁干的？是王宇，没错。 我确定就是王宇干的。王宇，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我的儿子。 赵董，这是什么？有了这个东西，王宇那个废物就等着进监狱吃牢饭吧。您的意思是让我该怎么做，就不用我教你了吧？明白明白，这次我一定让那个废物跪地求饶。求饶不是目的，目的是把他赶出精神集团，送进大牢。你明白吗？我警告你。 别坏了我的好事！我知道赵董要不是您关照我们呢，我们谭家哪能重回腾氏啊？您就啊，把心放肚子吧。这次您就瞧好吧。王宇，你害了我儿子的命，我要让你。 不得好死！袁总大人，怎么？你真以为你能一手遮天了吗？我们回来就是来揭露你这个杀人凶手的真面目。你们这是找到新靠山了？谁呀？赵东海。是谁？你管得着？总之，今天就是你这个窝囊废的死期。上市青铜集团安德利万隆这类恶人的母女仨。 给我滚出去！该死的人是你！我可是青藤集团的董事长，谁敢让我滚地下？哼，青藤集团董事长，我看你这个董事长，怕当不了几分钟了吧？哼，青藤集团董事长，我看你这个董事长啊，怕当不了几分钟了吧？你们又想干什么？ 王宇，你联合林静那个小贱人杀了赵公子，你以为这笔账咱就这么算了吗？说话要讲证据，是赵谦先绑架了林静，然后又强迫张小雅，张小雅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才失手杀了赵谦。归根到底，都是赵谦自作自取。放屁！如果不是因为你打断了赵公子的一条腿，他会找你报复吗？现在你要了他的命。 你以为我们会就这么算了吗？今天如果你不能给我们一个交代，你这个窝囊废也想好过。到底要干什么？王宇，我这里掌握你犯罪所有的证据。我劝你，只要乖乖听我的话。我的犯罪证据？
我还真想知道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，你手里有我的什么犯罪证据？妈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咱们把证据交给警察，让他永远都翻不了身。不急，王宇，我看在你差点成为我女婿的份上，我这个做阿姨的呢，就给你次机会。只要你乖乖的交出天恒集团，再打断自己的双腿，跪在地下给我们磕108个响头，这个我就不交给警察。说来说去，你们就是想要天腾集团吧？不过我告诉你，别做梦了，天腾集团我是绝对不会交到你们这种人渣手。青藤集团我是绝对不会交到你们这种人渣手。王宇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我只要是把这些文件放媒体曝光，你以为你青藤集团董事长的位置还当得了吗？我不知道你们手里所谓的犯罪证据到底是什么，不过我奉劝二位最好不要被赵东海利用，否则你们怎么死了都不知道。王宇，你竟然敢威胁我们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王爷，睁大你的狗眼，看看这里是什么东西。这些东西你们是哪来的？想用 4S 店的假账来威胁我？你看看清楚，这可都是真账。现在后悔呀，还来得及。我还可以给你一次机会。妈，咱们可不能就这么便宜了这个窝囊废。王宇，我刚才在来的路上啊，踩到一坨狗屎。如果你现在能跪到地上，趴到我面前来给我舔干净的话，我还可以考虑给你找个律师。你看怎么样？你知不知道，窃取公章是犯法的？我可没有窃取公章，你这个窝囊废得罪了不少人，想要整死你的人可不止我们。你们以为凭这个就能定我的罪吗？更何况这些资金往来我全都不知道。王宇，这上面可写着王宇是你这个窝囊废的大名呢，你还想抵赖？你可太天真了吧！你还想抵赖？你可太天真了吧！王宇，能用公款可是大罪，况且你不止一次能用公款了吧？你为那个小贱人，又是买 4S 店又是买豪车的，你就没想过东窗事发的时候吗？就凭这几张报表你就想让我认罪？你别做梦了。是啊，这就是几张报表而已，你随便认。我们不光有财务报表这个证据，我们还有证人。进来吧。拿走了，连你也被收买。什么叫收买啊？我们这叫伸张正义。韩小姐说的对，我身为店长，有责任维护 4S 店的利益。你们这是作假证！弄死你！作假证又怎么样？